争议的部分呢，我相信，因为毕竟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也会不一样。当然呢，不会有人完全的支持我，但也不会有人完全的讨厌我，所以我还是有收到非常多支持鼓励的讯息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也很欢迎有迟疑或者是有问题的各位朋友，都可以在我有活动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夜市挑战的时候，来到现场试吃看看，体验看看呢，我做出来的料理的口感。最近有比较多人认出来，就是会发现好像会有人一直看着你，而且呢，可能是胡志宇啊，他都比我还要兴奋，他就会跟我说：“口罩，口罩，口罩呢？”对，因为口罩戴上还是拿下来。我之前走在路上的话，会把口罩拿下来，对，有时候。然后像我妹跟我弟他们也有打电话来跟我说，就是他们身边的朋友啊，或者是一些老师、同事啊，就是都知道我这样子。对，其实还蛮开心的，谢谢大家。